这里是个清雅小院，你个女人拦着做什么？谁说我是女人？ 是你，还给我！什么东西啊？你说这个？嗯，我珠子呢？你去还我。 你这个女人，这出手也太狠了吧！ 姓裴的，我知道泰森的下落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姓崔？ 何校尉的亲卫果然厉害，看来这一局是何校尉要胜出了。哪里，此人乃是我们崔公子的亲卫，公子派我出使，特意派遣他来照拂一二。再说了，终局未至，岂能轻言输赢呢？
三更半夜，小裴将军是上次在井里洗澡洗得太舒服，所以特地来找我。一井之恩，永世难忘，在下时刻记得姑娘的恩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时时刻刻都惦记着，随时把我也拽进那个井里，好还那一井之仇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我等着。我为原主，多谢了。你这个女人，怎么这么无理啊？那你抢走我的珠子呢？怎么不物归原主啊？你抢走我的东西，我凭本事拿回来；我拿走你的东西，你照样也可以凭本事拿回去啊。哼！何校尉，大晚上的，怎么了？何校尉，我们郭将军言道，今晚本该设宴款待宾客，但因事耽搁了。这军中简陋至极，实在招待不周，特命我送来这份点心，给何校尉定计。多谢郭志将军，费心了。你说你个小姑娘家，不好好在闺阁里绣花，偏要掺和军中的事。你来就来吧，还动不动暗算我。你说，我现在是要把你扛起来扔到井里去，还是让你尝尝真弩的厉害？我想说话？那你说吧。受不了，嘴里有核桃，对不对？想说话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先说好，我要是把你嘴里的核桃拿出来，你要大喊大叫的话，我就让你尝下你们崔家弩的厉害。嘴里还有机关，哎呀，哟，嚯，这针上面是不是有毒啊？你要再不老实，我就拿针扎你。这么多针呢？这么精致的东西，送我了。看什么？不服气啊？扎你啊！你给我等着！你们二人分别带一小队人马，先派人去打探他们到底是何状况。若他们吃了点心已然昏迷，那便再好不过；若他们尚未中毒，即刻动手。是。小裴将军到这郭执大军中来，想必也不是真心想和郭执和谈，而是另有所谋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就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呢？何校尉果然是个聪明人，只不过你到底是崔家什么人，说话做数吗？小裴将军能做主的事儿，我都能做主。口气不小啊！你们崔家的事，你都能替你们崔公子做主啊？都可以。Thank you.
撇开啊。你事先部署了什么？你又部署了什么？你真是诡计多端啊。彼此彼此啊。你干什么？穿西军袭营，这帮东西谁栽赃我们？多谢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可以杀掉他们？你这么诡计多端的一个人，身上不藏个十件八件杀器，我都怕我小看你。哼哼。放火放得蛮开心嘛。我看你放箭放得也挺开心的嘛。那就不打扰了。你继续。嘿，你继续，继续。哎，你到底什么计划？我没计划，你怎么走，我跟你怎么走。你不会连马都没有准备吧？我以为你准备了。你这人怎么那么无耻啊？今天才知道，已经晚了。现在立刻回去告诉裴元事情有变，让他务必防止郭植和崔家军趁乱偷袭我们望州城。如果望州城有事，并州城再举兵夹击，我们会很被动。十七郎，那你呢？粮食在他们手上，我去追粮。
知道你会上当。你刚才说是校尉命你回来报讯。是，阿叔失职，我一直在躲避追兵，脱身之后才直奔营地而来。校尉说他脱身就回营，请公子按原计划率军进攻望州。传令拔营，大军全力搜索何校尉。公子，校尉说过望州城此时立足不稳，群龙无首，正是可取之机。公子是否按原定之计率大军进攻望州？若是因为进攻望州耽搁了时机，校尉有任何闪失，我只会追悔莫及。公子，校尉既如此安排，定有几分把握，想来自当无事。阿叔，你不必再劝我，传令即刻拔营。是。不着急，慢慢吃啊。没事，小裴将军，我已经吃饱了。石七郎再三强调，让你一定要提防崔家军和郭植趁乱进攻望州城。那我先出城去接应石七郎。行，你见着石七郎的时候告诉他，让他放心，我定会想法子保住望州城的。好。我这个人很恩怨分明的，有仇必报。混蛋，上次你把我撤到井里，我都没骂你呢。救命。行了，小骗子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在水里？你水性很好，我记得。我腿抽筋了，救命。你这样的人啊，就该受点教训。救命。小骗子，喂，你要是再不出来呢，我可就把你的马牵走了。我真走了。行行行行，喂，哎，喂，喂，喂，叫我小骗子，还把我踹到河里。今天不叫你去这河里泡泡冷水，枉你叫我小骗子。看在你去河里救我的份上，我再帮你一次吧，免得那些追兵过来一刀把你给砍了。
才刚晾出来，真是失策。兔肉吃不吃啊？嗯，是你？是啊，是我。嗯，你那针上的麻药可真厉害，让我睡到天晚时分才醒。我这醒来一看，麻也没了，你也跑了。哎，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走了2个多时辰的路，走到这儿。嗯。老天有眼，让我在这儿遇到了你。我就知道是你这样歹毒的人才设计得出这样的陷阱。你也太会冤枉我了吧？这明明就是猎人猎熊用的猎洞，你看这洞挖得这么深，就知道费一日之功了。你刚才还看到马蜂了吧？是又怎么样？这不就对了？这山间熊多，熊皮、熊胆、熊掌皆是奇珍，能卖个高价钱。但猎熊极难，不过熊呢又爱吃山蜜。所以猎人一般会挑有蜂窝的地方设置这样的陷阱。哎呀，只是猎人没有想到，这熊嘛没猎到，小骗子落网一头。嗯，嗯，真香啊！那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我呢，请你吃兔腿，你呢，把军粮还给我。什么叫把军粮还给你啊？那明明就是我用计赚来的军粮。真香啊！我靠，嗯，好好吃啊！我跟你做个交易怎么样？兔子呢，一共有4条腿，你不会让我把这4条腿都吃了吧？嗯，何校尉，你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。我刚烤这兔子的时候啊，嗯，滋滋的那个肉直冒油啊，你知道有多香吗？哎。告诉你啊，只要你赶紧把军粮给我，我呢就请你吃兔肉。嗯嗯，哎，行，既然要谈，总得有点诚意吧。你先救我上去，然后我就把军粮分你一半。不过这一半军粮也要等到你把我护送到崔家军大营之后，我才能给你。哎呀，你这个小骗子。把我当成小傻瓜了是吧？说吧，身上还有多少那种竹筒，多少根那种毒针啊？怎么害怕了？那你别救我出去好了，你走吧，让我一个人死在这儿，你的军粮也没了，回头等我们家公子知道我的死讯，也一定会震怒，他会来替我报仇的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下来陪你了。啊！你疯了！就我一个人在里面，你还能救我上去？现在你也下来，我们俩怎么上去啊？托你托福，井里我也待过了，河里我也待过了。你说咱们这么有缘分，你都掉陷阱里了，我能不下来陪你同生共死吗？情婆浪荡。喂，你今天一天骂我2回了，我这个人很记仇的。我本来想给你2条兔腿的，但你骂我一次，我少给你1条。你今天骂我2次，你1条都没得吃。只能看我吃。啊，真香！啊，我这个人很恩怨分明的。虽然你拿针刺晕了我，但你临走前好心在我身上堆了堆草。一码归一码，走，快点！嗯，怎么样，我的手艺？是考得不错。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咱们俩到底怎么上去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办法上去啊？虽然跟你认识不久。但你这为人啊，阴险狡诈，岂会行毫无办法之事啊？你既然能够下来，就肯定有办法能上去。嗯，你这样对我评价挺高的哦。你都这么说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晚呢，不打算上去。什么？都这么黑了，这深山密林的，谁知道除了熊还有什么猛兽啊？突然再来个老虎、豹子什么的，那不就全完了吗？我知道。你身上有药粉，蛇蚁不侵，但那些猛兽可不怕你的药粉。所以呢，
听我说，乖乖在这里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我自当挟持何校尉去你们崔家军换取军粮。哼，如此无耻伎俩，他说的这样理直气壮，我们不彼此彼此吗？哼，嘘，有人来了。你自己说的，深山密林，野兽横行，哪来的人？要不要喝点水啊？这是哪？这种地方呢，一般是猎户上山打猎时歇脚用的。刚才天色已晚，我就只找到了一种草药，给你敷上了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我没那么娇气。老婆子，别哭了。山货没了，咱们可以再那些人置气。我知道。老婆子，你慢一点。知道啦。老张，是。啊！老张，怎么是你们呢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谁呀？咱们今天碰到的小夫妻，你说巧不巧？是吗？哦哦，呀，还真是。快坐。快坐啊！多盛一点啊，哎，多加点肉，尝尝真正的山鸡的味道。多喝点啊，暖暖身子。尝尝，这山鸡啊，是我老头子刚打的，煮汤可好喝了。多盛点肉，盛点肉。尝一尝啊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。哎呀，我老头子呀，也爱喝我煮的汤，不过可惜我呀，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的。要是有你这样一个闺女多好啊。来，老头子，你辛苦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好喝好喝。你们少年人呢，多吃点肉，明天还要赶很长时间的山路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嗯，对了，老张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突然又回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跟老婆子本来是去赶集的，结果呢，盐没换成，东西也被那些官兵给抢走了。老婆子左想右想，不甘心，非逼着我回山里再转转，看能不能再打几只山货。结果呢，只打到了这只山鸡。眼看着天就要黑了，我知道这里有个落脚的地方，没想到还碰到了你们。你说，这是不是缘分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刚听到动静还以为是歹人呢。你呢，领着你家娘子赶路，多个心眼是应该的，这世道乱得很。是啊。喝汤喝汤。喝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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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吃一点啊。来来。老婆子，你也吃啊，你也吃，你吃你吃。哎呀，你吃点。再来再来。Thank you.
人骑着马，八成就是官道上的那群官兵。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那两个人或许就藏在前面，命中将公路围起来。是。这是我前几年待着没事自己挖的地窖，原本是存山货的，大小正好能够藏下两个人。你马上领着你家娘子赶紧下去躲一躲。对，不行，要躲也是老丈您和婆婆躲进去。哎呀，那群人都认识我们，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。可你们两个是生人，如果被官兵发现反倒更危险，我和老婆子也脱不了身。对对对，赶紧下去。快快快，好孩子，快快快，快点，闺女，快点快点。生人立刻夺杀无论。爵爷，我们是山里的猎户。有没有看到个少年郎，长得白白净净，像一个读书人。哪有什么读书人呢、啊？提起读书，还就镇上的单先生。你啰嗦什么？爵爷！啊！爵爷，这么多！我真的是不能走。大夫，走走走！爵爷，爵爷，饶命啊！爵爷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既然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放你们回去吧，松开他们，走吧。谢谢爵爷。
他们人呢？死了。什么？我刚才出去看，两个人都死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拿针刺晕我？如果不是你拿针刺晕我，他们就不会死。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弓箭手吗？发现他们窝藏我们，如果我们鲁莽出去，根本就来不及，反倒会让他们立刻毙命。那现在呢？如果当时出来就还有一丝机会，你却不愿意试，你就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。和他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我就是，你杀了我吧。军爷，我试试有没有毒啊！走走走走。哎，爷，站住！过来过来过来！怎么样这是？行行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别动！别动别动别动！行行。哎呦！小娘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是不是走得累了？我们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把你的小脸抬起来，让我们看看俊不俊。只要是俊的话，今天就不用走了。哎，娘子，我在这里。这位官爷，不好意思，说清他不懂事，没怎么出过门，这点钱请你喝酒，宽宏大量。走走走走走，是是是，晚上喝一杯啊，喝酒喝酒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着我，就是想要军粮。那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哈。松开。掌柜，来一间上房。哎，好嘞。那本店概不赊欠。嗯，想住两天上房是吧？嗯，先拿50钱定金。50钱定金？嗯。
掌柜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今天先住上，明天我一定把房钱付给你，好吗？通融？没钱住什么店啊？哎，你看看你啊，从上到下穿的这个寒酸样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不是，麻烦你通融一下吧。你看我挺着个肚子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钱我这儿有。前面有大队人往这边来了，他们的马很好，速度很快，那咱赶紧撤呀！太气人了，郭爵这个王八蛋，不会跟姓孙的坏蛋一伙，占了咱们山寨不说，还把咱们像撵兔子一样撵得满山跑。哎，你做什么？是崔公子，是我们家崔公子请来了。崔公子，崔公子谁呀？听着就像是个小白脸啊。哎呀，两位里面请，两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啊，小的就不耽误两位休息了啊。哎，你还演，再演下去我都信了。干嘛？就想趁我不注意一阵刺晕我啊？你放心，要是有机会，我还要一阵刺晕你。可有见到何校尉？我们在山寨见过他，平安无事，只是为了甩脱郭职的人，我们兵分了两路。那就好，继续探查校尉的行踪。陈兴，此事交给你去办。是。你看，我就说是个小白脸吧。大夫，有何不同？老夫没摸到华脉，尊夫人腹中的胎儿怕是保不住了。这个无妨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大人要紧。啊，尊夫人这脉象是风邪入内，高热不退，必是受了外伤，有失于调养。幸好他底子健旺，才撑到如今呢。是，先前在山上，他腿受了伤。啊，这就是了。我写个方子，你先照方抓药。然后再买些跌打药丸，用酒盐开，给尊夫人伤处敷上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有劳了。啊。给。这边还有。我们在是。有。别抢，别抢。我们崔家军军粮充足，不够的话我再去拿。多谢啊，给。多谢。哎，等会儿我就要随我们公子一起走了。有药吗？嗯，吃吧。那吃完以后咱们就一起出发。嗯，出发？出发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我们崔家军了。我们崔家军从来不亏待自己人的，只要加入我们崔家军啊，这种细面饼子天天都有的吃的。查二兄弟不是去找陈希君吗？慢慢吃啊，吃完咱们就走。那位女娘之前不是说她是皇孙的爱妾，跟十七郎私奔了，这桃子是她的侍女，这怎么桃子又成崔家军的人了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吧，这俩人没准她就是身在曹营的心在汉，反正十七郎都说她自己人了，那她肯定就是自己人。这桃子姑娘，哎，这饼还给你，俺们不吃了。对对对，对，还给你，都不吃了，还给你，不吃了，都还给你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喂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吃呀，这么好的饼子，为什么不吃呢？为什么不吃呢？就是嘛，啊，吃，都吃，吃完了以后，我带你们去望州找镇西军去。来，都吃。镇西军，镇西军，镇西军。
你竟然敢跟我公开抢人，你不识好歹。没有啊，哎，这个饼真的很好吃，你要不尝尝？要不是为了粮食，我还替你煎药，才不管你死活。阿娘，阿娘，病了还是到喊娘。这么狡猾狠辣的女人，病了也只会叫娘。吃药了。军粮，就呛死你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交代军粮的去处，在我身边也是累赘，我想不如一刀杀了你算了。你杀了我吧。你腿受伤了，还上来做什么？
对不住。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其实当时我把你刺晕之后，我很快就从地窖上去了。我以为他们不会对老张和婆婆下手，我以为我一定能找到时机救他们。我自诩聪明能干，但是我没想到，最终还是没能救成他。我看到你在老猎人夫妇墓前放的花，还刻了个恩字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后悔。我已将他们安葬了，我只恨没能救成他们。你病了的时候一直都在喊阿娘，小的时候住在边关要塞，有一日城中所有的男子全都出城打仗，没想到却有另一股敌人绕来西城。当时我阿娘一直喊我，让我从地窖爬出去逃命，剩下城里所有的妇人一起力战，直到最后一刻。等我和爹爹回来，看见我阿娘，看见他们所有人的尸首都被吊在城墙上，他们的血把城墙都染红了。我记得朝廷曾经表瀛州将军娘子为武烈夫人，当时接说西城，武烈夫人力战不退，以身殉城，所以你娘也是娘子军中的一人。是朝中金表只有一人，但当时守城的娘子军一共有129人，他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儿女的阿娘，他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阿娘的儿女。但是他们为了救更多的人依然赴死。我阿爹问我还记得你阿娘最后跟你说的话。阿娘，听娘说你爹爹现在一定正带着人急速往回走，现在出门以后往西走一定能遇见你爹爹的，知道吗？快走。阿娘，敌人已经杀进来了，你这样会死的。好孩子，守城是娘的本分，你还小，活着才是你的本分，知道吗？阿娘，我不走，我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好孩子，活着才有希望，活着才知道娘亲到底为何而死。我不走。活着长大，将来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娘的阿姨也能救很多人。只有活着才知道我为何而死，只有活着才能看到希望。我让阿娘同我一起逃走，阿娘说她不能走，
若是他们逃走，华人就能夺得这边塞要地，到时候会杀好多好多的人，为了救更多人。他不能走。这就是你当时在猎屋一阵刺怨我的原因啊。你我都肩负重任，我们只有活着，秦王之事才有希望，才能救更多的人。别喝了，你吃这药呢。